欢迎来到 VIVO 夏日甜心，有请十强甜心闪亮登场。教师节，那在这儿让我们所有的夏日甜心祝全天下的老师们节日快乐。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甜心兄长闪亮登场。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 VIVO 智能手机对夏日甜心。欢迎各位，这手机都是正着拍反着拍，怎么拍上着拍下着拍左着拍右着拍都能拍，对不对？白天拍晚上 拍晚上拍，对、只有你不想拍的，没有你不能拍的。是的、怎么拍都美的 VIVO XG 手机冠名播出的夏日甜心，欢迎各位。有了你就有光。同时呢，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们的夏日甜心官方的正品手游已经上线了，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各大的应用商店里面来下载，有甜心玩开心。同时要感谢我们的珠海海泉湾度假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看到这个十个甜心们在台上，你知道我有什么感觉吧？有一种五家有女初长成的感觉。对嘉哥来说是女儿，我们是妹妹而已。经过我们这么多期的节目，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我们这些十位的甜心们，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那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每一期节目都会专门来考核一下我们甜心们是否具备主持人的某一种能力，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考考大家的脑力，这一场我们就来挑战谁是脑力王。本期夏日甜心谁是脑力王分为综艺必修课及综艺公开课，考验甜心主播们的知识储备和学习能力。通过三堂综艺必修课的学习，学分最高的两名甜心将进入综艺公开课，争夺甜心脑力王称号。现场200位观众根据甜心整场表现，为剩下9名甜心送出甜甜圈，甜甜圈数最少的甜心将回到主播间。今天我们现场来了一位
非常非常特别的神秘大来宾。我跟各位说，嘉哥跟他很熟了。对啊，他又会唱又会跳，关键是学习能力还极强。最重要的就有这么多优点，但是他年龄还小。对，新生代，大老师跟他有熟，第一期节目就把他穿在身上。他是谁？他就是本期的新鲜助理嘉宾，易烊千玺。Hello， 大家好，我是 TFBOYS 易烊千玺，然后很开心能来到夏日甜心这个舞台，然后希望在现场能跟大家玩得开心，那我们现场见吧，拜拜。